将你的约瑟带你一块去伯利恒。我愿意好特地把房借给你们，好迎接弥赛亚的降生。啊！
过了，老板娘。你看，我太太就要生了。客房没有了，马房倒是空的。如果你不去，那有老板娘，谢谢你，我们有地方过夜就好了。Thank you.